ก็แต่พอต่อนี้ทีมของที่เกิดเหตุก็เนี่ยปล่อยแต่ผู้ชี้ผู้ดำเนินดีก็ยังไงทีมบ้านเนี่ยสักทีก็เสียหลังท้ายสิ้นระยะเสียหลังท้ายก็ท้องเฉาแก่ก็เลยก็จะท้าย方哥，阿威哥同兩個，因為佢哋兩個係三少房嘅，大兄嘅點點算好咧？啊，我叫梁偉康，咁佢就係啲大兄嘅主持人，我都係唔該大家非常之感謝佢，因為點解咧？今次好特別，因為有兩套戲，第一晚嘅《八千里路雲和月》啦，咁同埋尋晚前晚嘅。蘇松合眾金印記啦，咁一個就係威哥編劇嘅，一個就係康哥編劇嘅，你話有幾厲害啊？咁呢段時間因為點解咧？我自己都好忙嚇，真係唔好意思。所以喺咁匆忙、咁充足嘅時間裏邊咧，能夠完成咗呢台戲咧，就我好感謝咁啊，權哥。即係佢哋兩個都好配合，同埋好俾好多意見我哋，能夠先能夠咁完成呢一台戲嘅演出。咁咧，仲有一樣嘢係非常之感謝好多台前幕後所有兄弟姐妹，因為今次嘅演出咧，雖然係時間好似好快就曬啦，咁因為幕後咧佢哋都。希望下次再有機會同大家見面。我都係係啊，我知啊。跟住我講唔到嗰啲咧，全部康哥講啦。康哥，我原本諗住講好多嘅，原來你識講咁多，都冇乜幾好片你講咁多。要多謝嘅明哥都多謝曬啦。咁咧，我要多謝西九戲曲中心所有工作人員。五日七場，同埋呢五日七場之前咧，其實我偷雞咧為呢個團咧做咗好多嘢嘅，其實啊，咁佢哋都好充分嘅配合嘅，咁再次辛苦我哋即係我領導嗰個趙師傅、音樂領導謝家樂師傅，同埋一眾中西樂嘅拍和師傅，咁我要多謝服裝金賢服裝公司、廣興報警公司，佢哋都真係好辛苦嘅呢台，唔係平時咁樣做快嘅好多嘢都。係啦，咁我要多謝兩位部門監工啊，高文天同埋陳愛賢嘅。佢哋同我打咗六日零九到殺老虎嘅仗㗎啦，已經每日都係九點鐘之後我就翻嚟做，辛苦佢哋。咁唔識，但係好榮幸可以今次連同邵雲飛粵劇團喺呢個西九戲曲中心演出，除咗好榮幸能夠可以同明哥一齊創作啲新戲之外，亦都真係好榮幸有明嫂嘅參與啊！咁啊最後咧就係托羅太，唔係托羅太，羅太托我講嘅。咁啊，希望咧喺不久嘅將來，我哋再有機會可以租到呢個戲曲中心，可能會重演今次嘅好多精彩嘅作品，或者會有更多新嘅作品呈現俾大家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最後請明哥祝大家仲有啊，一講漏咗，因為今晚好多仲有我哋之前幾日演出啊，阿飛啦、梁遠飛啦，咁啊阿土哥哥啦，咁啊仲有梁小飛啦，阿明倫啦，阿譚明倫啦，等等我講漏咗，唔好意思啊，大家好快脆啊，因為下次個腦係諗唔到咁多，咁啊仲有好多啊，真係我唔講名噶嘛，所以班裏面有好多兄弟姐妹，大家一齊努力。咁最後祝在座各位大家身體健康，希望大家可以。
康哥、阿輝哥繼續寫多啲好戲，咁我哋繼續為大家呈現更多新嘅任務，希望大家多啲俾好嘅意見啊！我哋要鳴謝呢個粵劇發展基金支持呢個蘇秦合東金印記簽收嘅演出，特別多謝我哋勞工高嘅我哋行政總裁莊家賢小姐，通過佢哋大家嘅努力，我哋先可以成就蘇秦呢個戲呈現俾各位觀眾嘅，係啦，多謝曬。